국회의원실험사태의 측면에서 관련부처 장관으로서 국민과 대통령께 한없이 죄송스러운 마음을 가지고 있다는 점은 여러분 말씀드린 바 있습니다. 外界推测，尹光雄将调任韩国国家情报院长官，李忠使将回到从政前所在的研究院，出任首席研究员。加上刚刚选了一个国秘书长潘基文已经请辞外交通商部长的职务，卢武铉内阁外交安全三要之架空，接替者很可能对朝鲜采取更强硬的政策。暂时来说，阳光还是无法穿透笼罩朝鲜半岛的蘑菇云。 在韩国的官员内阁组成班子当中，包括了外交部长、统一部长、国防部长，还有情报官员，这算是四大部长。那么在外交部长。